我们怎样开始一场豪华的旅程？不被耀眼的过往所迷惑，不被既定的脚步所止步。不被自己的速度所限速。跟随心和意志，让一些不被别人理解的、匪夷所思的、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发生，再发生，破戒，再破戒。没有路限制的前路，才能走出自我的豪华旅程。你的世界本就没有边界，同是 N7，世界有我。